怎么是你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啊？我问了你的那个同僚，那个叫大牛的。大牛那个大嘴巴。你可以收留我吗？不行。我求求你了，阿昭，你不要赶我走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不是这个问题。你一个孤身女子，你家在哪里啊？我没有家了。我就知道那个男人是玩弄女人的人渣。哎，这小姑娘多可怜呀，看长相倒是人模人样了，还人模人样，明明就是贼眉鼠眼。先去那边洗个澡，把这衣服换了，别感冒了。大牛，你为什么把我家地址告诉那个莫名其妙的女孩？不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你帮我查一下她的来历。阿昭。水在哪里啊？你在这儿洗。用这个打开。你真不懂。在哪儿啊？煤气灶吗？在那儿，那儿有一个便携式煤气罐，用那个点就可以，蓝色的那个。来到。